我为什么就游戏打得好，还那个学习还行还好呢？我这跟我母校打打游戏咋的了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清华北大的根本不会打游戏，你放屁！清华北大的给我扣个一。这不都是吗？哎，这啥意思啊？吵架了，他俩。两个城，两个大爷。我直接外圈光，平 A，外圈光。出去把这黄人举报了！你别跑了！这吵架了，俩人，一个辅助，一个打野。辅助说要上，要打野，打野说不给，好不给是吧？我也带个惩戒，我不玩，你们也别想玩，就这么个意思，就是。这种人恶心人吗？给他举报了。打下斯塔皮，让他打。往后拉，让他打，所有小兵全打了，四个药来。拉回来外圈刮，平 A 死了应该。胖子，杀出一条血路。在塔下小兵这老些的情况下啊，一定不要 A 对面的英雄，你可以 Q 他，你 A 也行 ，A 完以后吧，你往后拉一点，要么这都是小兵，再守一波吧，差点钱。差点钱，我们就无敌了。哎，回家了，肯定是瞎子抢位置。如何判断一个人的位置？拿笔。把笔拿出来啊！如何看一个人的位置呢？首先打开 TAB 啊，从上往下看，第一位是上单啊，那鱼；第二位是打野；第三位是中单；第四位是 AD； 第五位是辅助。所以由此得出结论，肯定是黄子抢了蛤子的位置。
好夜，今天多少度啊？今天27度，27度应该不是那么夜呀。再让他打，吃兵，吃塔皮。W 外圈刮，闪现平 A 一个拉平 A 一个，先走掉。别着急啊，要螳螂上，我们不上，他能秒我。蓝量没算好，不够细节。回家吧。来个妇孺之辅，这英雄线是不是得点气定神闲呢？那蓝太不够用了，晚了。等一下啊，他应该把技能用了。我外圈刮减速，平 A 拉，没拉到。不回家呀？不回家好办呢。不回家，我们可以去红 buff。没了。呀，卡萨丁，我到了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你往前站。对，没拦他，他四成 R 没拦我二速鞋，他没有鞋，晚了，凭着一个屁，Hello， 5秒，外圈没刮到，不越塔了，越塔没意义，我们支援一波。来了卡萨丁，我减速拉回来，平 A 外圈刮，收集者，算了，不去了。不要犯任何错误。
最近想买个手机，便宜点，安卓的，能打游戏的就行。你也太怂了，你开大跑啥呀？手游，手游，来呀，螳螂！别走啊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好，他刚把E用了，把他那鱼给我干了，就杀他那鱼。一个劈闪现，平 A， 一个劈，被我流血流死了。华为呀，行。因为英雄联盟手游现在只有安卓有，寡妇。先来个这个，我来个蓝宝石。蓝实在是不太够用，谁爱打谁打吧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呀，你把E用了呀，亮牌Godlike，外圈刮，你不会补，你就给我补。来吧，拆上打。去上中路，哎，这那鱼什么意思？拉不到啊。过来杀小黄毛，我挺进外圈刮，也预判他一没预判了。我先让你 A 我一会儿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先让你 A 一会儿，我先让你 A 一会儿，小黄毛平 A 一个劈，太狂了。我拉呀，外圈刮啊！坏了，来个冰霜之心。乌鸦也冰心了，乌鸦装备不错呀。不是乌鸦的冰心，妈是我的冰心，卡 bug 了，我买了个冰心把那鳄鱼减速了。
但为啥不给我助攻啊？抠的什么玩意儿？盲星，我来了，盲星。我请进 W 溜外圈刮屏呗，我就知道他能跑。呀，你有眼儿吗？你给我回来！你个屁！这还皮，那得你得有气势啊！小黄毛是不狂？是不狂？小黄毛太狂了，你也很狂啊！哎呀，要螳螂滑了是吧？刚来无敌了吗？早就无敌了，他们家吵架了。那皇子开始送人头，这种人一定得给他举报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净化我们的游戏环境。不用感动，我一直都是一个正直的人。对于恶人，我们严惩不贷，除非没有除非。聊闲是不？是不聊闲？快跑！快跑！整个蟹手，蟹手挺贵呀、啊。蟹手是3000多，白甲是2000多，卖一个够不够？来个蟹手。看看人家，他们把技能全甩我身上了，他不也死了吗？看看人家，我是这乌鸦，我都给他收了，下吧，来个乌鸦吧，走位。哎呦啊！人呢？打不了一个屁！留留，哎，致命点人，你给我回来！
也不。挺进拉回来，平 UW 外圈挂平 A， 平你给我往里边踢。我再劈一个，就劈这黄子，你还帮他晕我，你个劈没法进呢。几个呀？或者咱们就 MVP 也行。谢谢。